啊，现在吃这个白菜叶儿嫩得很，你可以拿桶热水煎煎噻。等等嘛，我给你拿桶水。这炊饭吃要烂点儿。那么，你是拿肉的嘛？你整把油子喽？肉面切多，切不多，油渣切多点。油渣吃得香的，当然油渣香的。哎呀，咱老子婆都是吃的，有讲究。油渣儿，肉油渣儿，当吃肉。丫头，今晚上吃油渣儿煎白菜。打架不能打架，打架不能打。老师，你是最帅的。大家好，我叫白黑，叫白黑。你跟他群里白黑啊？不是，是那是上边是白，是下边是黑色。丫头，这个不是叫独眼龙吗？你看他这边眼睛蒙起来的。这边他搞一块布把这个眼睛蒙起来，不是，这个就叫独眼龙。他以前有个狗狗叫小花，小花这个叫独眼龙。你看他蒙一个眼睛起来，你看他是不是？他只有一个眼睛，他叫做独眼龙。别打他了，他叫白黑，不叫独眼龙。上个星期我就给他改了一个小花。它过久了就会叫，啊，睡觉了，不叫了，睡觉了。赶紧放下，把手洗了，吃饭了，不要抱了，吃饭了，洗澡，洗手，洗手，吃饭了。我洗啥？洗手。我那里查到了，不吃油。哎，这个油汁儿，我喜欢吃，好吃得很。我都念我们老家，我才不愿意。这是黑个豆的油渣，肥了就量高高血，吃油渣可以。上次说让我赶紧吃，我们还赶紧去农场好呢。